刘嘉玲现身某知名品牌活动站台，投资有道的刘嘉玲不止投资房地产。她表示，当代艺术品升值潜力也是非常高的，自己近年来也有收藏艺术品，今天是特意来参观的。活动上，刘嘉玲被老外上下其手猛吃豆腐，两人豪放紧贴，旁若无人。酷六娱乐新闻整理报道。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。